累我擦擦起来。小可说你看看家这人。这妈妈啊。啊。这俺饿。你不说别的咱看也看不过去。哎呀其实。赶上别跟一段话天唱。我一般都没看。包括我都感觉我不擦擦几台我都感觉猛得累死了。因为呢他老夸奖了他也不只是让他。看起来已经学会我们河南的吃味儿，知道就好。你看看我吃的，就是这儿，倒溜晃晃，然后挪水，然后磨磨开始学会了。这个 iPad 上那个，完了。你堆啥堆？没有大的，这下面还有。这个等会丢。老大。对，等会丢掉算了。方便就是就这儿吃。我不太喜欢吃泡的，但是我喜欢吃这干的。你在我们宿舍几个人吗？嗯。嗯。一个。嗯。带我三个人。还有一个，每天十点钟回来。没加班。加班去玩了，去逛街吧。哎呀，都是那种不三不四的。哇。你应该走。我们小胖是不是今天没出来呀、啊？来了吧，是吧？我胖啊，默默，你去啥呀？我给你放，我说你不用看我的。今天我都放白空盒子在相声垫的高高，我垫了好不好？有时候后面不是三盘三盘吗？有时候你两盘。他们一直都四盘三盘五盘。我看你们丢，你丢的话，我也丢个空盘走下去。要不我下面全部垫空盘。今天他俩一直堆着，后来我再听听，然后哪个看着不对劲儿，然后不知道他也帮他兄弟也清了一盘。这他太远了，我给他拉的话，我多拉一盘他不知道，你知道吧？我看见你的，我实验上的，我说你这回不用拿了，我帮你拿过。我很好的，后来我也很好啊。我说他我实验时候我抽见了。我想给他拉，我怕我拉了，等会我他后面又拉又多拉了，是吧？这太远，除非他坐咱两个中间，是吧？嗯，他的方便。你打算干啥？我打算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六号不来。几号？还有工资到账？嗯。我这几天打疫苗回来了，我上个月是，也就是治好来的，每个月不是提前吗？我现在做不了，我遇到挺几天，还没来。那我刚刚治好。刚刚治好。你们刚刚治好的，我看过。要不然就是，你打疫苗人回家不坐车不方便吗？那我说我一直看工，知道吧？看工现在住宿舍，搁这待两天没意思。回家我大姨妈来，不搬东西不带劲。你上厕所坐多少个小时？哎呀，一两个小时不完那个。我哪两天都不想动。我上个月是四号。我到之前都约，这个月都约定了吧。哦，忘了，我哥生日过了，25号，过就过吧。你那蛋糕咋弄啊？我不吃，那什么？给他们分分，你让我生日买蛋糕吃吧。不要。我擦，可是。你说我，不要丢掉那个蛋。嗯。你不知道坏了吗？别丢啊！丢，可是谁想吃谁吃。你不让吃。这方便吃着可好吃，着可好吃，就是。去年上半年这方便卖1块，好像3月份和4月份涨1.5块了。到现在不落劲儿，1块5一包。
我上个礼拜天买了几包，然后他又买了几包，感觉吃不腻。但是大玉竹的我不喜欢吃，我就喜欢吃这个。我也喜欢吃这个。吃了感觉可香，干嘛就是有点干。我有大半年没吃。但是我不喜欢吃泡的，这方面。我也喜欢。我不喜欢泡，我喜欢吃干。要是泡的话，我喜欢放个鸡蛋。放上菜。放点鸡爪子，放点青菜，然后放点那个竹笋。放上菜行，放上面，放上菠菜哦，好吃。菠菜，我喜欢吃青菜。哎，你今天咱七个人，那现那组装烧肉，现场烧产量还是六千多，会六千多吗？六千。你没听我说，这边还有啥六千？他家就是没人了，那个干部那俩人没来。哪有啥用啊？哪有还多两百块钱？嗯。来没用，不要来。他们干部给我感觉就是没有作用，是吧？那个不是丽丽为人带。今天你带多少人没来？丽丽搁这带的。哎，有啥好带？这几个人都是老人，是吧？没啥叫摸，你这摸摸不可能我个约，弄的这些事，红红起来好简单。啊，那会儿对太快，帮角对帮角他俩对了几盘子，光家没对了俩。哈哈哈。那说。小柯说：“你擦太快了。”小柯。嗯，我说的，就是说慢慢擦。我说我不擦快了，咋帮恁俩擦呀？咋帮你擦？你也帮经理擦。你看，有时候局儿的话，你局儿不擦，让局里帮他捞两盆。那局里养多的搞了个啥呀？你说你不捞，帮他捞，他俩都多起来，你说咋弄？我不来两盆。还有两个饼干吃吧。哎，不吃。哎呦，没办法，我坐真的太累了，去那边那楼梯间那坐着吧。走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你要不要？不要。哎。哎。那老乡，都是搁这蹲呢。都在门馆上。妈，这里连水都没有，都空白了，都是空的，没有油了。嗯。走到这钢管上。哎。哎呦，不好坐哎。坐吧。还是去那里坐。我坐这儿，坐不了啊，太。上个熊本儿累的有点啥呀？我好一夜，反正。你的工作压力大吗？大。咦，那你不敢填，你填啥？我跟你说，该太差了。坐的不舒服，去楼梯那里坐吧。楼梯一会儿上下，四楼有人。四楼有人吗？有。你坐这钢管上疼吗？妈妈。不疼。
哎呀，就这样吧。哎，我要达到1000个粉呢。哎。达1000个粉干啥？可以弄电商。我明年想做点什么？明年想做生意。看，你看，他研究相机了吗？嗯。他女儿一到冬天黑的不得了，他白天还有白里透红。眼睛大。哎，每年交这个学费。你女儿是不是到这个这样还看没那么黑哦？嗯。是啥时候啊？你要没有儿子长得好吗？嗯？哦，你要没有儿子长得好吗？行，自己抽一下。你那花笑的好看。别让干我儿子在那个干啥？嗯，学校。嗯。你看看他在干啥？嗯，老师在哪？哪个是他老师？哦，在。这谁拍的？你老师干啥？好吃，还来吧？嗯，再哭吧。对，我哭了下来，老师开心了，是吧？这有点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嗯，看着有点腼腆，不可不说。下一个。啊。再看白了，我儿子白。犀利。啊，我儿子跟我老公的这样子，我老公脾气。你比起他们的话，我感觉我儿子算白的。哎呀，我真是坐很难受。哎，我都说你没看我鞋子一脱，哎呀，鞋子像我一样一脱，那裤衩上难受的哈。我俩吃的东西。我都不知道看你咋洗。你看艳芳，你说一声。说我不来。你演房的个性演房回来你知道吧。省这两天了，你回家有没有就算早退也没有啥用回去，还不如跟那样翻飞手这些那问题都。我不吃。对。我不吃。我饿。你想吃。你还没吃饱。还饿。没吃饱。你真的饭量挺大。我搞一个鱼饼。我吃了方便面，又吃了橘子。晚上来就那两块饼干，三块吧，给你一块，我走吃一块，还好一块没了。嗯。嗯。我可羡慕小胖了，伙小胖。在那活得的，净得那个什么破群啊！
乱七八糟的吧。嗯，我那可多都是那种拼车群用的啥群。嗯，我比较挺多。嗯，回家的时候坐车上去。嗯。哇，这个号码好看。啊，你在八楼？八零几？八零六。嗯。八零六不是从中间那个电梯上去吗？嗯，就是别盖这样样。那我要从那最近走的那个电梯上。买个电饭锅炒点菜。嗯，你老公搁这坐着老天呀，摸摸感觉时间不短。不软了，不知道，你算算。那反正就不花我的钱。别人挣钱，别人的资本，不管，是吧？嗯。嗯。那天不是看，找到了吗？头在哪里？锅里面。嗯。怎么这两天天天都是这种啊？他看了也看也吓人，脚大概都是这，脚大概都是这。哎呦妈哟！咦、那蛋糕。哦，这是啥？巧克力？不是巧克力，它所以是饼干。吃了吧。外边是有点甜。吃的话感觉有点暗夜。甜。但是我可爱吃这个。我喜欢吃巧克力的。我喜欢巧克力的那个什么威化饼吗？那不就这吗？我喜欢吃这个，然后买点冰，我都买了，我都吃，就是买点锅巴啥，买了是就上礼拜天回去吧，买了好多辣条搁那炒，嗯，然后店里买的。看，你还搁偷走了？啥时候偷？不是封起来的吗？搁偷走了。